赞哎。我的心。来，先向大家自我们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正宗来自南美洲玻利维亚的安第斯乐团。那么现在现场呢，在我们台上呢，看到各位乐手呢，都是来自原地的印第安人哦。那为要现场要为现场的朋友们带来非常精彩而且经典的印第安乐曲。那么呢，现在第一首要为现场的朋友们带来的呢，来自我们天神的赐福。那刚好今天就是我们的普渡植福晚会，对不对？要跟我们今天的晚会互相的回应哦。那么请现场的朋友们再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第一首来自天神的赐福，玻利维亚安第斯乐团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现场朋友们再给我一个热情的掌声。